别干了。老师，走，我带你进去看美女去。哪里来的美女啊？一个粉丝美女，老漂亮了，究竟你见过啊？没有。没见过你怎么知道美不美啊？听她的声音是很温柔的，是一个大美女。走吧走吧，别干了，走。我喜欢这几个碗吧，喜欢这几个碗，我当你的司机好吧。哎，他在吕总茶园，来了好多天了，一直没时间去跟人家见一下面。啊，有美女也不心动是吧？哎呀，在我眼里，你才是大美女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初见红林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先生。出发，去跟粉丝聚一聚。去聊聊天，我当你的司机啊！人家大老远来到这边哈，我们也要去跟人家聊聊天。来了几天了，刚来的那一天哈，有一面之缘，他坐在李总的车子上，就是一面之缘。现在去正式认识一下。乌云呀，又下大雨来了。今天也不知道天气情况怎么样，看这个情况好像没下雨。全部是手工摘的茶叶。李总，来，我那把茶叶来了。茶叶，我都没有换衣服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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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般我吃，反正我这里都是宠匠，你放心。啊，那个不管它，只要通用的茶就可以了。是啊，你这一般般就够了，不要弄太好了。我能吃得出味道，儿子吃不出味道。我来给你评价哈。要不我换一下衣服来。啊，这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我女儿都比你大。因为我打扫起来，我就是看那些亲，看那个我就在打包。他也是我最不喜欢表现自己的。那是公公来这里买茶的。哦，来这里买茶的是吗？路过这里，路过这里，路过这里。哦，那他也去那个去哪里啊？去深圳。去深圳什么时候去？我一个人开，现在开车。开车啊？啊，开车来的。哎，那不跟你一起去好了。可以啊。你还有伴哈，有伴可以，对啊，有美女为伴哈，有美女伴，有人跟我坐后面，不能坐前面。刚好我们也跟你聊聊天，那不行，开车不聊天，年纪大了，你知道我多大年纪吗？红林，你看到没有？人靠衣装，马靠鞍呀，能扮上衣服就漂亮，穿什么都好看。你看这个，一分钟搞定。这个靓妹就等于是自信很多啊。没，刚才穿的睡衣，知道吧？我今年77岁。啊，看不出来，睡得好厉害。77。哇，我是差不多60左右啊。我也是，这个你多少年龄？77。哇塞，吓死我了啊！他说以为不是，我以为他是那个57的。没有没有。哎，你这精神状态好好。我等于是。48年的解放前的。哇，其实真的至少比十几年。我以为你还60。不是吹啊，实际年龄相当10岁。什么好，我再谢谢你们的鼓励了。真的真的，只看不出，真的看不出。我以为他最多就60岁左右的了。那我以为也是。77。就等于说是，1966年的时候，我正好高中毕业。就是老三届最老的那一届，对你们来说老三届还有点陌生吧？对吧？比你们长一点的人，5、6岁人，到七十岁就知道什么叫老三届了。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，就是老三届的，就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嘛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正是壮年的时候嘛。哦，这样。你是特意从深圳过来买茶叶是吧？不是，路过这里，从南昌，老家是南昌的。啊，南昌的，啊，难怪，那更好。哎呀，我们这里的身份证还更好了。那没关系啊。你去哪里啊？刚好啊，今天有这么巧吗？对啊，好巧啊。对，在你们去年在你们买那个梅豆腐还是蛮好吃的。小罗，还买了那个笋，那个查一下我们去家里挖一点带去。我带不了啊，你查啥？你看都这么漂亮了，做不了啊，带不了嘛。你们是
是人来的是吧？是啊，没有啊，好就是，咱们哎，采茶你就漂亮。谢谢，啊、这个茶还可以，就是说价格不算贵，然后质量又好。对，我就散装的，对，简易包装的，不要那个。我第一个我们不送人。哦，对。在深圳这个地方，是好像不讲究。嗯。交往，我们一来，你是老板，我是老板，我们就在做生意，之间没有什么互相客气的关系，多说两句，大家就吃个饭。你做什么生意？我做芯片工具。哇，那赚钱呀！哇，这个叫赚钱了。我们加个微信吧，好不好？好。也是难得的缘分啊，可以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以后要什么茶，直接说的，记过来。对对对对，这个小妹妹就。他的茶很好喝的，很香的。我反正我就喝这个白茶，觉得很好。是，你那为嘛我的茶你？我比你动作慢嘛。好嘞。来，那是做多不熟，这样子是做的，是不是？七十二岁，你的78。当。好，然后我到这问一下，他的孩子说的是拐弯，从一边左拐过来了。对。哪个是你的车？就这个车子啊，老车。玩具。可以啦，车嘞就是个大布，对不对？全是车。哎呀，咱们是家里人带的那个土特产。哎，对对对对。要慢走啊。好，谢谢。那你路上慢点啊。还是到。要不要再加点那个开水？不要，我这是咖啡，不要开水，我什么都保护得很好。开水自己吧。还有明天2点。对。你这顺风。你直接找我就可以了啊。好。谢谢你啊。谢谢你啊。他们要回去，我带他们去远方，带他们去逛一下。带他们来我们这个古城玩一会儿，他们再上卫生间，再等一下。真的是，下次来的时候一起吧，这次都没招待你。年纪都差不多。本来说我说开车子送他们过去，他们说不要啊，多省一点，就打了个的士。刚才是真的傻，问了我们给一下钱。他说我不能的。真的，哎，老大你们不灵光，真的不灵光。哎，我们付一下钱多好呀。问一下那个司机，看看有没有他的那个电话。哎，师傅，刚才那个人的电话有没有啊？你给我呗。给你。他的。你说付钱是吧？哎，可以啊，你付给我就行。我来付钱。1018。上个双方面。刚好看到了。还没走哈。说明我们老大灵啊，做完了没来。付了行不行吧？付了。啊，谢谢。给他们付了，走回家。今天不是看一个美女吧？带你看两个美女吧，一伙美女。我今天陪了你一天。